我先走了，爸爸。啊，你去吧。Baby baby， 我们还有这种的玩具哦。这么多？哎呦。什么好玩的？这个，我们等一下。是什么？滚来滚去。我先练习一下啊。平衡。哦，是这样练冲浪的哦。哎，像我这种妈妈只能找教练教了，自己是教不来的。你站在爸爸的这边。姐姐可以给你教你怎么做。来，转过来，宝宝。呀，往那个方向看。好，那弟弟小心，因为这个等一下会往前滚，可能。你记得吗？怎么做？你记得怎么做吗？好久没有玩，对吗？呀，哦，哥哥，嘿嘿嘿，都在刮雾啊。哎，弟弟，你小心，你在那边会被撞到了。你往前往后一点，再来一点，试试看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好的。来，我弄你来。好，要一个脚重心往前，哎。来，然后这脚看着，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重的幅度要小，脚不要动，有重心感觉。不是，脚踩重点，靠正脚往。嗯，好。哦，记得之前哦，终于，哦，对，弟弟还没试过 ，sorry， 弟弟，我忘了你 ，sorry。真的什么时候都乐呵呵的，你看你的，看着他开心，他就在旁边等着，你们都练完了，轮到我了，你就上去了。爸爸，我想去海浪了玩。我们你一起去。还是有一点点怕。嗯，我看看凉不凉啊。哇，还行，稍微有一点。一点凉啊。对呀。那怎么冲不到我脚啊？那你再往里边站着。你再往里一点。爸爸，我爱爸爸。弟弟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冷不冷？应该蛮冷的。有，稍微有点凉。呜呜呜！哦哦哦！我们踩着水走螃蟹，好不好？哦！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啊！试探了半天，我都该往里走了。你好棒啊，爸爸好开心。为啥？因为我觉得你以前怕水，你现在还敢主动往海里面跑，这个可不是那个淡水游泳馆的，这是海水，是咸的，知道吗？里边有盐。好爽，爸爸！你跑过来，你跑过来，我抱你。跑跑跑跑，我跳跳，我接你呢，跳跳。哦哦，爸爸。爸爸。嗯。我自己，我自己。走好。哦，灯塔，哦，妈妈，想你，哎呀，他是看见大海，自然而然的想对呐喊啊，他被感染了。我勇不勇敢，爸爸？啊，好勇敢。嗯，爽不爽？啊，你看弟弟。真的，小螃蟹也好可爱。是的，他真的自己就好开心。手心也绿啊。哦哦，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换衣服，没问题。我想换泳衣，行吗？来吧，换衣服哦。哎，莫一和莫西去换衣服去了，我们赶紧换吧。行，换完了先玩。嗯，走，抱我点。走。我们先练习用板子，你要不要先跟大全练习一下？让莫一教教我们。姐姐怎么玩的？姐姐，你教大全怎么用这个板子呢？是这样，站起来再
彩虹就是那个浪来了，然后这样。对哦，然后那个蓝回抓到你，对吗？哦，这样对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不用跪上了，爸爸教你，不用跪，这样看我，这样，喂、哎。哦，这样吗？你看，你看。这样也挺好的啊，这样也挺好的。那我先开始了。皮皮宝宝，我来了。摸一摸一特别猛。他应该是经常玩。嗯。OK， 一二三 ，Go。那你想动了？这两个就得玩。不怕你，一点也不怕。就是在海岛长大的。嗯，他从小就跟你们这么玩是吧？对，他一岁半左右岁半就开始带他去游泳啊，在海里啊。我也想去，我去吧。去吧。不是跪上，是趴上。他这其实还是潜意识的怕碰到水，太大面积的碰到水，尽量小面积的。对，哦，趴进去看，康康熙。好可爱，他好像一个海狮。来来来。哇，他好厉害！嗯，来吧，一二三，哟吼！好怪的 ，Ready？ 哎呦！